各位菩萨，今天能够在道场这边跟各位讨论静坐的技巧，还有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生命最后一个关头怎么样善终的问题，还有自然疗法的那个精要，那我个人的心情是愉快的了。怎么说呢，我在学生的时候就常到跟各位一样常到寺院走动了，那穷学生嘛，在特别遇到那个月底没有零用钱的时候，就我更勤劳啊。各位应该知道为什么嘛，因为就可以填饱肚子嘛，又可以散散心嘛。所以我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就常到成田禅寺还有龙禅寺，那后来当然之后再到高雄医学大学学医学嘛，那时候就常到普贤寺。那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啊，他是我们师大佛学社的那个指导老师杨聪明老师，举手一下嘛。他是我接触佛学啊第一个接触的一个老师啊，但现在帮他来听我的课啊。他就说啊，如果那个有一个佛土佛一个国土叫做骗吃骗喝国啊，那我就是那个骗吃骗喝国的王子啊。所以今天能够在道场里面跟各位分享自然疗法的经验和心得，我个人心情是愉快的。这种感觉就像常常接受人家恩惠，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那个回报的时机啊，那种感觉就好像可以如释重负那种轻松的感觉。那这个是我在普贤寺参加的一个活动，不知道各位知道这是我在哪里看得出来吗？在你的人的最后那个正后方第二位，应该还在抢位置。不是吗？右二在这边吗？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活动吗？这在十年前刚好快十年了，那时候我跟普贤寺也结缘才没多久而已。那个普贤寺满净法师就给我两个任务了哈，第一个就是协助，银佛子舍利嘛，就当教主的人员。那第二个任务就是他要我那个代表普贤寺去参加那个佛光山举办的国际青年会议啊。那在那个场合，我也认识了我们的蔡宗义师兄啊，蔡师兄，我们也是认识十年的朋友了哈。那本来师父是说要给我让我去的，但是穷学生哪有钱呐、要自费的嘛，你那时候自费吗？自费。对呀、他是社会人士，他自费，我是穷学生啊。师父大概知道我的情况，他就说寺里面要出经费让我去的，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啊，我就跟师父说，不行师父不行。我说我有负担，我说接受了，我有负担了。我诚实跟他讲我的负担就是，我接触很多人的恩惠。我以前，心里曾经失意过，然后到教会去寻找心中的平安，所以教会很多长老都对我蛮好的，我们到现在还是维持很好的那个感情，我也很尊重他。我也常生病，生病，就遇见杨聪明老师，他就也接引我去认识一位自然疗法和经络调整的高手。虽然没有拜他为师不过他对我还是很提携我，我也很尊重他，然后我们也维持很好的友谊。后来我在高一学西医的时候，想要学针灸嘛，后来也认识一位那个一贯道的女中医师，这一个女中医师特异功能蛮强的，她直接感觉你的问题，所以她也知道我很特别有效的那个针法，不
我也很尊重他，我也维持很好的友谊啊。所以我跟师父讲说，哎，师父，如果接受了你那个寺院这样的这么好的好处哦，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回馈，我也不知道我以后的行为啊，到底有没有符合那个寺院的期待，所以我说这个负担太大了啊，不行，应该给其他青年啊。后来师父跟我说哦，所有的经费从十方来，以后你有能力就回馈给十方。哎，后来讲不过他了哈，后来我还是去了，所以有这样机缘跟我们蔡宗义认识。所以我最近在启明院，比较时间比较充裕了，所以我规划义务奉献时期哦，就讲这个太极禅这个话题哈。那第一期是开在江南药理大学，那边的对象是老师哦，所以一个年轻人要跟这些很理性又很多都有科学素养的老师讲静坐哈，那确实是要很小心的哈，所以必须用很严谨、很认真的态度啊，因为知道说出来的就应该要有根据点，就要出处嘛。科学家就是要有后面的 reference 嘛。啊，如果只看到现象不明就理的，那就诚实的说就是这样而已。啊，所以面对这些很理性的人啊态度，就是我们用严谨和负责的态度。那第二期是在那个台南社大，那台南社区大学。这边有人有去过台南社区大学的吗？有去过请举手。哦，台南社区大学，它是一个龙蛇杂处的地方，各方人马，各方人马，各个宗派，有好奇的，有试探的，有来踢馆的，反正各种的都有哦，所以就更有难度的。那要表达我们的理念，所以。在我只能采取比较平易和通俗的语言哈，然后比较少用状态的专有名词来传达我想要传达的理念了哈，所以有了这两期的经验，今天算是第三期的第一次了，所以有两期的经验，这一期应该会上起来更有经验一点哈，所以我们原则上还是秉持着严谨啊、认真的态度哈，用比较平易通俗的语言。然后希望所有来参与的朋友哈，都能够获得自然疗法，来维护身体健康的基本概念和技巧。那我们授课的师资阵容哈，第一个就是刚才洪教练嘛，洪教练是我太极拳的老师的哈，那他已经先走了，不然我要跟他好好介绍一下他。他是我们永康太极拳的总教练啊，现在也是国家级教练，获得体育推手奖啊。刚刚说他25到40岁就做骨神经痛，后来练天整气功和那个意志健康法，练习了2年改善了啊。后来再接触太极拳，就把放松技巧融入他的教学里面。那我个人期盼是。因为他走了不能亏他哈，要他承诺说12周大家要练到2年嘛，12周就应该把这些症状改善啦，让他先走了。那第二个我是负责第二节课了，那因为看7:30大家可能都还是没办法那个哈。但也不能再晚了啦，所以原则上第一节就是7:30到8:20，我们就请洪教练帮我带第一节课，那我负责的就是8:30到后面的50分钟哈。啊，8月8号，各位要想要来上课吗？12周我们会遇到一周是8月8号。那有短期暑假。你是不是那个文化站有课？我也是希望各位说不要。第一个我是当人父亲，第二个我那时候刚好是出国去开会了，所以。